来，请就位。武林兄弟连第三章大决战第三场比赛，现在开始，有请场上之王蒋卫。这一场比赛对双方至关重要。对啊，因为双方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战成了1-1，走走不能动。对，就是任何一个战队如果要想获得最终的胜利，只有连胜两场。从现在开始，第一战开。红方上将，来自陕西的西安，这名在校的大学生，今年19岁，身高是1.78米，体重18公斤。蓝方马胜强是来自河北的邯郸，是个民间艺人，今年22岁，体重是80公斤，身高1.70米。马强最擅长的是他的侧踹腿。停！我们这个规则规定是在倒在擂台上之后呢，只有5秒钟的接打时间，看有没有动作。这马强聪明了，我抱着你手。好，停！停！第三场第一局，现在双方好，马胜强一个高边腿，这是三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高边腿，又抱了一个帅帅，又是汤之旺在上面。好，今天这个蓝方战队啊，这有的同学就是今天的斗志特别的旺，而像那个汤之旺也好啊，包括那个裴江丽，因为常年没有站在我们擂台上，今天来特别的兴奋。这个汤之旺是第一次参加兄弟连，在百姓擂台上，汤之旺曾经赋予过王富强，对，战胜过这个何鸿光啊、王立鹏，在擂台上取得了2连胜，那么最后输给了他的现在的队长王富强。开！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场第一局。那个谁，左一直拳，别让你腿腿腿，老汤，就这样打，就这样打，就这样打，上往上带，上后腿，上后腿，上后腿。来，老汤，老汤，先打左一直拳，你知道吗？再转，你知道吗？冷静，知打完拳了以后再摔，这样别直接转，他踢前边，他一前边腿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打，放手就向我前边腿，转。啊！做进攻，不要犹豫，一直进攻，他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加油一点，加油啊！好，老弟，不要信心啊！上。走走走，火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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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